跑跑向前跑，经过小桥和大道，跑跑跑跑向前跑。今天这位前辈怎么样？他体力超好，他已经跑三十圈。跑三十圈都跑完了，你是有点着了。哇！快六十岁了哦，看你能感到心脏吗？很累，很累，真的很累，全部编的，编新的。好了，太好了，今天这位前辈怎么样？他体力超好，体力超好。可是人家的太太今天好像也有来，不是？体力超好，你说他体力超好？他体力好，他已经跑三十年了。哦，跑山都快录完了，不是啊，就是他有点着了。哦，我懂了，已经过了追溯期，就对了，他跑三十年，就是他很会唱跳，所以他跑很久了，这样唱跳的始祖，对，唱跳的始祖，这还用说吗？曹曦平大哥的，不是，一定要另外一位，就是他比较是欧巴。哦，欧巴就是很帅气这种，嗯，帅气欧巴啦，一起来看看我们这位前辈是谁。为什么你知道吗？两个人都是舞蹈没话讲的，很棒，是呀，舞蹈真的很棒。你今天也陪他唱一下吗？我今天搭配他，搭配他，是你的歌，是他要搭配你。对，但是今天完全是改编新意哦，2018年的不一样的版本，不一样版本，哎，真的，该不会是巴萨诺瓦版的吧？不一样，它有带很多种元素，哦，现在有电，怎么讲会比较特殊一点？期待有卖关子。我几乎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在舞台上这么拼，所以今天会拼一次给你。哎呦，谢谢，再次为代表节目感谢你。没有，好吧，宪哥的节目嘛，来了 ，Running Ball。小桥和大道，跑向前跑，困难前往脑后跑，跑向前跑，珍惜一分和一秒，跑向前跑，目标就在不远了，不管困难不闷的脚，因为前景无限美好，只要努力幸福来到。一切希望有回报，有回报。Let's go！ 别挡我的路，时间还在不停倒数。我只是跑个步，我的每步都是跳路。没包袱，能坚持到底的只有少数。再保住了权利，我要跑出新的高度。我跑就跑到第一，我才不会跟你客气。才不管就一心，我穿上就帅的彻底。能跟得上这个世界，才有资格站在这里。我要跑出我的道路，拿下属于我的胜利。小桥和大道，跑向前跑，困难前往脑后跑，跑向前跑，珍惜一分和一秒，跑向前跑，目标就在不远了，跑向前跑，经过小桥和大道，跑
向前跑，困难就往脑后跑。跑向前跑，珍惜一分和一秒。跑向前跑，目标就在不远了。跑向前跑，目标就在不远了。把真的要逼死自己的，不是这来来来，以舞蹈角度来讲，对不对？这个大哥，这样炸，这样炸，对，他连续劈，连续也是，而且快60岁了，这个体力真的要很好。对，有没有看到 Yuna 这个体力真的要很好，体力很好，对不对？而且唱梁，您这个歌真的是用这种舞蹈上，我看得很感动，你知道吗？哦，很累，很累，对不对？真的全这样子，全部无边的，边心的，边心的，全都什么？全部边心的，边心的，边心的。怎么感觉听不太懂？对呀，我有时候他在跳，你有看到他的骨边吗？没有，看到他的边心的。这个歌，你们这样练习多久时间？就是昨天2个小时。就2个小时啊？哎，你这也太有效率了吧？他舞蹈动作是很难的，你这完全不是戏哦。不是我的舞风，赶快前面道谢一下，对不对？因为你才有打歌的机会嘛，要帮他加油一下吧。你觉得应该会得到机票？不知道，不知道。里面有这个我们爱仙一族献献同乐会啊，吴宗宪是不是？所以这个想要不过关也难。里面埋伏了一些人在里面。好，到底能不能得到大家青睐？3、2、1，举牌！红不浪有没有看到？得到最多的票数，好不好？